风格的啊。Excuse me, sir. Bob. Pause. Bob. That is not a toy. Yeah, your mom said he has the instructions. What do you think, Bob? Can you read instructions? I know. I think the lamp probably can't stay there. Bob. I know. It says 4 foot tree or 3.5 feet. Hmm. Wait.黑五的第三件包裹已经到了，它这个包裹就超慢的，我觉得就是快递，简直就成了慢递了。Anyway, 我又在H&M 又买了一个，买了两件衣服，因为它当时是好像在打几折，非常的便宜，而且是免税的，所以我就随便看了看，然后随便看了看就有一种。这个市场没有随便看一看这一说，只有你看了就要买。Anyway， 哦，对了，不是，这是 H&M 的第一件包裹。我买完这个以后还买了，还因为它打折又买了一件包裹，然后那个包裹应该还在路上，所以我就说，怎么只有一件呢？我记得是买了两件。Anyway， 我又买了一个外套，主要原因呢是我之前的那个优衣库的羽绒衣让我，不是他说他上面洗标上面说是不能机洗，然后拿去机洗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我就缺一件就是平时出门立刻能穿然后就走的那种绒衣，但我又不想再买羽绒衣了，因为我想等到那个他有一个 Columbia Employee Store。员工店，等到他那个有邀请函的时候，我收到邀请函应该是1月份，等1月份的时候去他的店里去买一件哥伦比亚的那个羽绒衣好了，就是质量能应该稍微好一点。Anyway， so 我买了这个，
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一件外套，带这种毛毛领的，让我看一下。啊，哦，好，可以可以。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毛毛，所以我就每次第一个看的时候，就是想看它这个领子可不可以卸下来。这个领子是可以卸下来的。然后最棒的是这个，最棒的是这个，它里面是毛茸茸的，我喜欢毛茸茸。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走在外面的时候比较少了，平常都是出门的话坐车去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只是短暂的出一下门，我觉得就是不用穿的那么厚实，所以这个就还蛮好的。然后它这块是一个像收腰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哎，什么东西？所以我打算试看一下。我买了一个 M 码的，因为我现在才发现，以前买衣服老买小，穿在身上就是箍着，特别的奇怪。现在明白了，买衣服要买大一点，因为我里面的衣服都宽松的，买大的穿上比较舒服。哇，好暖和。然后这个地方是你可以收个腰什么的，我觉得收不收都无所谓。哇，大小刚合适。我买就是如果我自己平时的码的话，就我里面穿的比较薄的话，应该穿 S 码就可以啊，但是我买的这个是 M 码的，袖子会长一些比较好，比较舒服，然后有这种大口袋，黑的。Excuse me. 嗨，这个是黑五的第三件包裹了，这样。然后这个是从Banana Republic 买的一个毛衣，是那种 polo 衫的风格，然后是因为最近看了太多的那个 The Queen's Gambit 以后，超爱复古的那种，所以就买了一个这样。Hi, excuse me. Is there anything can help with you? Oh no, no. Okay.它是一个，其实我看上它的，它有一个那个baby blue 那种婴儿蓝，特别好看。Excuse me. Hey, stop, shit. 但是它没有我的号了，所以我就在黑色和白色之间犹豫一下，我就是选白色比较好，搭黑色可能会显得比较老气吧。我买的是稍大一码的，这样可以穿出来 oversize 的感觉。Excuse me.它的成分含量我觉得还挺好的，它是大概有含羊毛和羊驼绒，是这样，羊绒和羊驼绒好像是这样子的，是需要手洗的，是32%的 alpaca 羊驼和32%的wool羊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会非常的暖和。打开看一下它的领子是这样子的，而且它非常的软，它一点也不扎手，就是这么样一个风格，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好看的，我觉得真的没想到自己还蛮能驾驭这个风格的啊。其实刚开始怕穿上会有点老气，当然我今天这个头发型也不太对，不过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是我想要的那种风格，是 oversized。然后它的这个毛真的很软很软啊，一点也不扎身。我现在是里面是没有穿任何就是打底的，但是它一点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当然毛衣有点皱，不过总体来说的话，我是喜欢这个风格的。当哪一天我的 style 我的头发有变的话，再穿来搭配其他的衣服试试看咯。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冰箱墙，嘿，就是好多照片。要别人收一些东西。早上起来必喝咖啡。讲的是一个几乎适合所有人所有风格的穿搭法则，也就是娘们平衡。那今天这期其实已经是下集了，上集呢之前发布了，大家都说非常好，请记得一定去补课。然后上下两集视频看完之后，你再看到一件衣服，记这套就是比较好的示范。它上衣和裙子的线条穿的不会显得过于太甜腻啊、太土气之类的。材质上呢，也可以把握好你柔软的程度，太软了会比较没有质感，然后太硬又会有点像盔甲。颜色、图案、装饰。